七年级的狮子座男生赵大鼻，热情开朗，爱交朋友。原本平凡的日子，却因为一场几乎是要了命的癌症，人生啊，整个就翻转过来了。透过调整饮食，找回健康和热情，喝着春夏秋冬的健康饮品，让大鼻告诉你如何转念来面对生命的各种考验哦。